爱家乡的情感遇上青春的创新力，会产生许多动人的力量。 GoGo Taiwan 走访台湾，在阿里山遇见咖啡王子，在云林碰上热血囧男，在部落里品尝了游子返乡特制的手作料理，也听见融合古谣和乐团的动人歌声。返乡青年在自己的家留住熟悉的美好，让故乡更加有情有味。这一趟跟我们一起透过旅行去感受返乡青年打造的美丽在地。